我呢，承蒙金宗主对我姑苏兰氏实力的褒赞。只是西臣以为，实力强弱，并非退缩避敌的借口。照金宗主所言，兰陵金氏现在是打算全族上下拱手而降了。叔父，各位宗主，西臣早便接到你消息说要回来了。 为何这么晚？途中折道去办了些事，故而晚了。让叔父担心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这几个月苦了你了。这几月西臣不在，辛苦叔父了才是。蓝公子，你这话说的容易。看看云梦将士贸然反抗，什么下场？所以因为没有胜算。 各位就甘愿做岐山温氏座下走狗了吗？谁？江小子，你自然说得出这话。云梦江氏已覆灭，我们身上可仍背负着一族人的性命呢。也是，毕竟每个人的需求不同。姚宗主或许觉得，即使父兄为奴，妻女为妓。 做牛做马，任人凌辱，只要人活着，便也算不得什么。江城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你说的振振有词，还不是想拉我们下水，帮你报灭门之仇？是，我就是想报仇。只要能杀温狗，我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你们不敢杀温若寒，宁肯当缩头龟孙，啊，也要看温若寒会不会放过你们。 温若寒疑心甚重，喜怒无常，各位宗主再清楚不过。今日妥协求全，谨防明日，仍避不了血溅满门之火。温若寒抗衡啊！岐山温氏势力虽大，但附庸门派人心不稳，祸端深藏，尽可游说那些被逼归附的玄门。又有哪家玄门会顶着不夜天成的强压，甘冒这种风险？八零欧阳信，岐山温氏回我宗庙杀我族人，路上幸蒙蓝二公子相救，显率门下幸存修士百余人前来加入。汝南王进，岐山温氏助我血亲，辱我姊妹，应蓝公子之邀前来，不破岐山誓不归。河东夫还，同盟蓝二公子相救，与门下小士两百人。各位宗主，听从号令，可还有异议？萧欢随山。 河西扬在酣，吴中立同，商丘无业。好，传言武帝时代，时日必出，山川干涸，民不聊生。岐山温氏的暴虐行径，不亚于那场十日浩劫。吾有英雄大义，设下九日，解救天下苍生。如今，在座诸位，便是当世的大义。这场伐温之战，也名为。 射日。
云深不知处近酒，